哎，你来哟，刘佩仪啊，今天很高兴我们陈科长带团队来我们这边来做访查，好，那是不是请陈科长来先讲几句话呢？今天很高兴，谢谢机会再来花莲哈，也光明这边来，在我们光明社区这边哈办理安光华俊杰的业务啦，那现在目前的状况，哦，因为已经示范一段期间了嘛，哦，三个月啊，三个月啊，我都应该蛮了解，别邀请我们，我们红光的。哦，因为我们在跟光明健康事业也是配合达到2.0的业务，哦，希望我们的一些民众来做我们福利这样子，哦，所以我们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够其实不只是据点，而是社区民众跟社区所需要的任何的服务，我们都能够帮忙提供或者协助转介这样子。协会的组织图，哦，由我们的理事长哦刘信农刘理事长哦来带领我们协会这样子，2016年哦在2020开始。哦，那我们在2001开始是做谢东明医院，哦，那早期是从医院开始起家，一些服务的需求，对，提供一些交通接送的服务这样。那因为我们去年才开始我们的扩床的完成，哦，那接下来我们配合长到2.0。像运动的时候，也会协助指导，那个就是稍微调整一下，他们的那个运动操的示范，还有那个运动，然后我们出口的部分，其实有时候车子来的时候也是还蛮快，然后我们会协助指导交通，那来过来来去的人会更注意了我们的那个长者回家的路线这样子。主要就是我们这边环境的部分，就是那有人说可能需要，比如说刚提到下课时候，背完背。别玩不起哩，这个变数吼，要改两个用字。啊，你先讲。我们现在就是比较。